外观简约的餐厅内居然藏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。这间坐落于美食广场的卡德尔大叔，以正统的新疆风味菜和充满神秘异域风情的环境闻名，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一探究竟。装修华丽的餐厅里展现出民族性十足的塞外风情，并提供以牛肉、羊肉为主的伊斯兰料理，搭配传统老手艺与来自西域的名贵香料烹调，保留了新疆最原始天然的好味道。而且在用餐时还可以欣赏身穿独具特色传统服饰的舞者表演，堪称一场味觉与视觉的迷人飨宴，您绝对不能错过。